主席，其實我是應該先講翻，即係頭先我未講完關於呢一個嘅政務司司長同埋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有關呢個嘅委員會嗰啲嘅薪金嘅問題。但係頭先阿梁國雄議員即係提到呢一個削減保安局嗰部分咧，即係我覺得我要一併先回應咗，同埋咧係表達我嘅意見，咁、那個聯繫性係好啲，因為頭先梁國雄議員所提及的幾件事件呢，即我自己都身在其中啊，或者本身都是受害者。咁我要做一個嘅利益嘅申報呢，即係喺2011年嘅7/1同埋2013年嘅1月1號呢，我都係被檢控嘅啊，被警方呢個拘捕同埋最後檢控。咁即係兩單嘅檢控呢都係判咗有罪。咁2013年嘅1月1號嗰單呢，就係控我兩宗嘅控罪，一個呢就非法集結，一個呢係未經參與未經批准嘅遊行。咁非法集結嗰個呢係被判呢個嘅無罪，咁但係就呢一個嘅即係參與未經批准嘅遊行呢，係即係政府係勝訴嘅。咁但係兩宗嘅兩宗嘅訴訟咧，都係上訴進行緊。咁我只係想指出，即係整個嘅問題咧，其實兩個嘅行為咧，都係涉及呢個曾偉雄即係率領下嘅警務處嘅運作有關。咁我自己由80年代參與呢個政治，參與呢個遊行，過去即係30年組織呢個遊行示威呢，真係係無數啊！即係有時一年呢，即係甚至係近8個嘅活動都有嘅。咁但係從冇出現過喺呢個嘅11年之後，即係警務人員嗰種粗暴啊，同埋嗰個嘅非理性橫蠻嘅做法呢，係過去30年係從冇見過嘅。呢個曾偉雄將呢個香港警務運作模式城管化一個轉型嘅成功嘅典範啊。咁啊，至於濫用胡椒噴霧啊、濫用暴力啊，即係你唔身歷其境呢，即係大家都未必感受到。我自己如果唔係身歷嗰個情況，親身經驗嘅情況，我自己都唔相信香港嘅警務嘅質素嘅惡化可以即係快速得咁犀利啊！因為我自己都認識唔少警務人員啊，亦都過去處理過唔少警務人員嘅申訴啊。過去嗰幾年咧，都係幫緊一班俾呢個嘅即係前警務處處長，基於個財政嘅理由呢，即係有數以十計嘅警務人員呢係被勒令呢個嘅提早退休啊，有啲係冇咗呢個退休金添咗。咁就其中有不少嘅冤案啊。咁當時睇返啲資料呢，即係明顯係顯示即係政府行政嘅不公，咁有啲訴訟係輸咗嘅啊，啲警務人員，但係就整個不公義嘅情況係好清楚。咁所以喺過程裡面，我都了解到好多警務嘅運作嘅準則同埋嘅形式，同埋呢個警務人員之間嘅關係啊，特別高層與呢一個嘅佢下屬之間嘅關係，咁基本上就係馬房問題啊嘛。你同邊一個 friend 啲，你同邊個熟啲嘅咧，即係你差唔多殺咗人都冇罪。你有少少呢個嘅偏差啊，譬如你即係供樓啊，基於97高峰期，即係你借錢買咗樓，全部合法嘅啊，亦都得到呢個嘅銀行嘅正式批准嘅。他說基於感覺到你供樓的數字，即是跟你那個薪酬方面呢可能構成壓力，那就說你這個財政財務管理不善呢，就勒令革職，勒令你提早退休。那所以即是警務處本身呢，成日即是在宣傳上就好像很公義很正直男子漢，但是自從曾偉雄上任之後，即是那個城管化呢，是令到整個警務人員的警務服務的質素的低劣。所以你呢排自從他上任之後，你見到咦，即係警署裏面有警員強姦少女，有呢個警員呢個嘅販毒，有警員偷呢個嘅即係
呢個保證金啊，即係有警員喺警署裏面咧做一啲嘅胡法非為嘅行為越嚟越多嘅。咁你成個警隊文化嘅改變，警隊文化嘅城管化，係導致到呢個嘅啊質素嘅低劣。咁講翻頭先啊，長毛所講嗰兩個例子係嘛？即係一個就係2013年，即係舊年嘅呢個嘅1月1號，即係嘅當時係我組織嘅民主自由行啊，我就形容長毛就好似當年京柯刺秦王咁樣咧，一個人企喺個街就啊200多個，即係呢一個嘅兵咧就圍住佢，嗰張相好震撼啊，亦都係刺激咗呢個嘅戴耀廷組織呢一個嘅佔領中環。啊！佢哋都公開承認咧，即係2013年嘅11遊行，警方嗰個嘅態度同埋即係市民爭取呢一個嘅民主嘅決心咧，係令佢受到感動啊，而即係啟發到佢要組織呢一個嘅佔中嘅行動。咁就嗱，其實2013年係充分顯示警方嗰種無賴同埋嗰種不專業嘅做事態度啊，咁喺法庭上都提咗啲即係指責同埋證據，咁至令我即係呢一個所謂非法集結嘅罪即係打甩啊，咁就整個因為涉及咁樣上訴啦，即係我哋都唔想影響個司法嘅即係公正性，但係基本上即係警方多次喺電視，從未試過嘅嘢都係啊，警方多次喺電視每隔即係半個鐘一個鐘到咧，就開個記者會啊，連續一晚有4、5次，咁就話咧呢個遊行人士阻路。但事實唔係，事實我哋成班人喺行人路行緊，警方已經喺前面咧，哇！即係過百警察封咗條行車線，啲人都未到，仲有成過百米都未到，佢已經封咗行車線，跟住就話啲遊行人士阻路，係咪荒謬絕倫嘅呢啲咁嘅即係指責？啊！跟住長毛一個人行出去呢個長江中心附近，200個警察圍住佢。哇！呢、這個真係驚哀，唔係你話唔係驚哀刺秦王嘅場面係乜呢？我睇到張相我就諗起當年黃宇著件白衫揸住把刀，哇！全身鮮血係嘛？即係呢個成30多年前嘅影片啊，係嘛？情節請你唔好啊！即係阿黃定光即刻微笑啦，即係都記得呢啲咁嘅場面。當年好經典嘅主席嗰一幕啊，即係嗰時仲好細個。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即、就、係、是、你呢個嘅警隊城管化，係令到不少警務人員感到羞恥啊嘛，係影響警隊嗰個嘅，即係嗰個嘅自己對警隊嘅認同係嘛，同埋嗰個嘅工作嘅信心同埋表現。咁所以你要刪除呢個嘅曾偉雄啊，同埋有部分呢個保安局嗰、那個薪津咧，係展示市民對佢嘅不滿啊嘛。咁至於警隊濫用胡椒噴霧，好多議員都食過胡椒噴霧啦。我自己第一次食胡椒噴霧就2011年嘅7.1，係嘛？即係我哋手翹手仿效呢個當年馬丁路德金啊，60年代嘅馬丁路德金嘅即係民主行嘅姿勢。最近佔中亦都係用手翹手嘅形式啦，某程度上都同我一樣，都係仿效呢個馬丁路德金嘅民主行嘅一個嘅象徵意義。我睇翻好多紀錄片，馬丁路德金都好似未食過胡椒噴霧，係咪？啊，胡椒噴霧有胡椒噴霧好多年㗎啦，胡椒噴霧。我再提呢啲具體情節，請你唔好講得太過冗長。我即係從呢個係展示香港嘅落後同埋香港警務人員城管化，即係感受好深嘅主席。即係你未俾胡椒噴霧噴過，你未俾警務人員打過，你嗰個感受就冇咁深。因為長波頭先講完咧，即係令我感到好唏噓，係嘛？我自己七一嗰次咧，俾個即係翹住手被噴完胡椒噴霧之後咧，跟住即刻就胸口中拳，啊一個拳印嘅黑印咧，即係喺個心口裏面影咗相嘅，啊蘋果都登咗出嚟，即係。喂，我哋又冇兵器，又冇城，又冇任何嘢可以傷害到人。你已經噴完我胡椒噴霧，嗱揼完我一锤之後，我跌咗落地下，跟住踩到我幾腳，啊，成隻手啊、背脊啊，即係直情即係呢個瘀痕遍，即係遍體鱗傷，我可以話係。喂，家下香港議員帶領一班人喺中環進行遊行，你家下就展示你個嘅權威。係嘛？
喂，警務人員，喂，叫咗你唔俾行，你就唔好行。喂，我哋都冇行啊，我行到警務人員前面企喺度，企喺度冇喐。哇，跟住咧就如臨大敵，好似殺父仇人，係嘛？捉賊又唔見你咁叻，係嘛？見到啲黑社會有時就龜縮咁，啊，俾啲黑社會空兩空，即係跟住就全部龜縮咁。咪曾偉雄就出名，即係兇殘嘅。我聽翻啲退休警務人員講咧，佢在任期間做呢一個嘅出道，即係早廿年前咧，都曾經打重傷，打到冇啲人重傷嘅。最後調查之後，即係冇事。我唔知嗰個有冇瓜咗啦。有啲傳聞就話嗰個瓜咗，係嘛？我再問翻啲警務人員咧，冇人夠膽講嘢，係嘛？咁呢件事其實即係公開呼籲咧，如果當年知道呢一件事嘅朋友咧，即係透過傳媒可以顯露出嚟，或者透過呢個嘅電呢、這個嘅 Facebook 咧，可以俾啲資料我哋，等我哋了解多啲當年呢、這、一個即係現任警務處處長當年啲兇殘嘅手段係點樣啊？主席就回應長毛頭先嘅講法啦，即係香港警署警務城管化呢一個情況咧，必須加以制止，即係。到最後邊一個受害嘅，我哋就身歷其境啦。過去嗰兩三年，這個嘅真係正如長毛所講感同身受，即係咁親眼見到啊，同埋呢一個嘅自己都因而受傷。咁所以嗰個嘅情況咧，即係必須加以指出，因為加好多年青朋友都受到呢個嘅虐待。虐打嘅係嘛？呢、這個港大事件一宗啦，係嘛？最近多次嘅遊行示威，警方嗰種濫權啦，法輪功嗰個不公平對待啦，係嘛？話呢、這個愛港行愛字嗰啲咧，就可以肆無忌憚嘅，係嘛？愛幾次嘅行動，有不少係現役警務人員或者係退休警務人員參與其中添啦，係嘛？呢、這個肯定係中聯辦背後發功啦，梁志祥亦都好幫手啦。係嘛？即係你哋呢一個嘅咩新咩聯話有個，即係好似同新社聯，好似同黑社會啲名好似嘅，係嘛？已經提咗你幾次啦。哦，當然，對主席，我轉題㗎啦，主席，即係只有見到阿梁志祥咁興奮，即係感到呢一個要指出呢個問題啫。咁多議員冇乜興趣聽呢啲問題，咁你話你請佢翻嚟，即係多啲了解一下警務處呢個城管化嘅問題啦。主席點人？